那个家伙给我交出来！我们桑家兄妹今天要报杀父之仇，武大人为国执法，桑仓乃是江洋大盗，死有余辜！住口！不交出五郎，我桑冲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
你们要杀，就杀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。大哥，你先动手。二哥。三哥，现在该你了。 爹，爹，是孩儿躲在柴房里，才没被他们发现。可是母亲她，赶快离开这儿，到绍兴府去，投奔欧阳德，学了本事，给父母报仇。爹，是谁下毒手？九花娘，丧尸兄妹。 一定要报得心寒神重，我这就到绍兴去了。一路上为了要掩人耳目，不能为二老担心。等我武艺学成，报了仇，孩儿再回来，长寿在二老身边。 被他们抢走了，哎，你哭有什么用呢？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。哎呦，这些狗强盗！哎呀，妈有什么用啊？银子已经被他们抢走了。哎呦，我不要活了！哎呀，哭啊！哎呦，这些狗强盗！哎呀，好了。哎，什么事情？ 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们钦差彭大人可以替你做主。是这样的，小的跟家里的出外卖艺，一年半载的赚点辛苦钱回乡，没想到碰到那些狠心的强盗，把钱通通抢跑了。他们人多，小的又抵挡不住。哦，有这样的事情。强盗呢？刚刚转过这个山坡，喏，这些个强盗。 我简直不要活了！你们官家不能不管呢。
这狗官居然落在咱兄妹手上，我要拿它来活祭，以为父亲在天之灵。 会金钟罩铁布衫，看样子我们几个都不是他对手。老杂毛，我问你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偏偏跟我作对？<笑>九花娘，你父乃江洋大盗，死有余辜，你就该反省才是。怎么不但不反省，还要一心报仇？我念你是女流之辈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不然的话。 哈哈哈哈哈！好吧，今天算我们哥儿几个栽在你手上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走。哼。哼。 贼婆娘竟敢用调虎离山计骗我！哼，谁叫你不认识我九花娘？九花娘，我徐胜要你死！嘿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徐大人，徐大人。 受惊，欧阳侠士，幸亏你赶来换了轿，要不然我这条老命。大人您的洪福，啊，听说九花娘杀了魏总兵和三河知府张宪的全家，我的好友五郎也受了害，所以，大人。 九花娘这个妖妇骗得我好惨，她的迷魂怕好厉害。<笑>
今天要不是怕大人有什么差错，而我又是要出家的人，不愿意轻易开杀戒，要不然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总有一天，这般恶徒会在国法之下认罪服刑。哎，是。大人，我想到淮阳五郎家去看看情形。好。想不到五郎一生为官清正，竟落得这般下场。唉。我欧阳德赶着要到淮阳去，你怎么突然不走了呢？哎，人家拿我欧阳德都没有办法，我看见你呀，哎，我真服了你了。哎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走好不好啊？哎，好，不走啊，咱们大伙儿歇着，到了淮阳我非收拾你不可。哼。啊，哟，看见母驴了。啊，好小子，犯色想娶媳妇儿，没有关系，到了淮阳啊，我一口气儿给你娶三房媳妇儿，这可以了吧？走。可恨极了，冒出个欧阳德，破坏我们复仇的大计。四妹，想不到那个老杂毛武功高强，我们弟兄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二弟，少说丧气话。你先回大狼山，我跟四妹回金石堡，等待时机，再图报复。不，我到临海县去找花德宇，他是皇亲国戚，也许能说动他，毁了彭彭的前程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好吧。我们随时保持联络，各自保重。二弟，我跟老三先走了。大哥，您也保重。嗯。三弟，四妹，我要走了。买卖上门来了。自从你冒充欧阳德以后，真是无往不利啊！啊，你知道送上门的买卖不做，有损阴德。哎，站住！小伙子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打此过，丢下买路财。拿来、啊，大王，我带的盘缠，只够到绍兴府的。乌鸦王八羔子，又碰了个穷鬼。欧阳德，搜他。欧阳德，怎么样？听到我的名字害怕了吧？还不把钱拿出来？你是欧阳叔叔，我叫武杰，家父是五郎。嗯，五郎。嗯，欧阳叔叔。家父临终的时候，曾经特别的嘱咐我，要我到绍兴府投奔你。投奔我？这真是笑话！我一天三餐都混不饱，他要投奔我？听家父说，您老人家最喜欢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还不把钱拿给我！别跟他啰嗦，快把包袱给我！欧阳叔叔，我真是武杰，他也真是欧阳德呀！包袱拿来吧。哎，嗯，怎么你怎么样？你哎，这还差不多，抓他走走。哎，欧阳叔叔，欧阳叔叔，叔叔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跟你到绍兴去，你别死皮赖脸的，给我站住！啊，告诉你，
你再跟着我就杀了你。欧阳叔叔，你是真的假的？我当然是真的，在这儿呢，有假包换。江湖老规矩，见面分一半。你是谁？欧阳德。欧阳德？哎，你是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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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……哎，怎么样？想要跟我较量较量？哎，有这个意思。嘿嘿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两个人打起来拼死拼活的夺不上算呢，还不如啊咱们三个人啊平分算了。放屁！好臭啊！我说你是冒牌的吧，没胆子，拿着。哦，牌。嗯。哎呦！慢点，毛子，我头晕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命啊！救救命啊！吴杰，我是你欧阳叔叔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先跟我回绍兴去，是后事咱们再商量。好，我要惩罚惩罚他。还敢不敢冒充我欧阳德？哎呀，小人该死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不行，我要罚你。啊！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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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叫你欧阳老爷，欧阳祖宗，我叫你舅舅。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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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祖宗啊！哎呀！饶命啊！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你去吧。小娟怎么样锦逸，开门。是老爷。忙着赶路，错过了宿店，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。我家员外一向好客啊。 是不过今天二位还到别处借宿。哎，您哎这哎您这这您锦逸啊。请问员外，毕姓金啊，金员外，在下欧阳德，
想在您府上借宿一宿。寒舍实在不方便。出门在外的，您行个方便。好吧，既然不嫌弃的话，请在厅内奉茶。啊，是是。五杰，过来见见金员外。是。金义啊，把牲口牵去上料，请客人进来坐。是。里边请。请。哈，是是。啊，今天是办喜事的日子，我们口福不浅呢。请坐。啊，是。奉茶。坐吧。是是。员外，你有什么心事？是不是不愿意留我们住在这儿啊？那我们……哎，二位千万别误会。哎，说起来话长。哦，员外，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可以效劳呢。多蒙关心。哎，我不妨说出来。村北大狼山寨主，占山为王。无恶不作，听说小女生得貌美，他们强行霸道，约定今晚成亲。若有抗拒，要杀害我们全家。啊！乌鸦混账王八羔子，真气死我了！竟有这种事情。他是谁？姓桑明德。是他？哎，是九花娘的二哥。怎么？你们认识？就是把他烧成灰，我也认识。嗯，好。五杰，你虽然不会武艺，今儿晚上我要试试你的胆量。只要师父在，我什么也不怕。员外，你不要发愁，我欧阳德对付这种草莽小寇，自问还不成问题。不过。庄氏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肚子不争气，直唱空城计。为什么不早说嘛？哦，快把酒菜摆出来。是。请小姐出来。是。哎呀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上吊了。小娟，小娟。啊，还有救。员外请放心，小姐还有救。可怜的孩子。赏你一罚，谢二爷。啊，岳父岳母老大人，请上受小婿一拜。免礼免礼。哎，我老婆呢？啊，哦，小女在梳妆。哎，梳什么妆嘛？马马虎虎，赶快出来成亲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个急性子，说做就做。哎，还不赶快给我吹打起来！吹啊吹啊！快叫新娘子出来拜堂吧！啊！别吹呀，别吹呀！新娘子就来了。
客一满，新人往上跨，步步保平安，两相动业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相伴。怎么还不送入洞房啊？送入洞房，送入洞房。别忙啊，喝完了交杯酒才能算夫妻呢。别怕，稳着一点啊。你喝半杯，剩半杯给他喝。寨主啊，这是新娘子刚喝的，一定是甜甜蜜蜜的，喝了可以长命百岁。怎么样啊？味道好不好啊？好，好倒是好，就是有点咸呢。你看呐，你真会说俏皮话，把新娘子都给逗笑了。哎，这叫做千金难买一笑啊！大爷有赏。谢谢您呐，您真是啊，眉心高照啊，福星高照，多子多孙，多福多寿。好，再赏你一锭。您这个双喜临门，三星高照，四季发财，再来一锭吧。哎，你还有完没有？好了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小姐啊，您要好好的伺候我们寨主啊。好了好了。寨主啊，我们小姐啊生性怕羞，你可不要吓着她，要不然呢她要犯病的。啊，什么病？神经病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宝贝儿，让我好好的看看你啊。真美啊啊！宝贝儿，我们该来来，我给你脱啊！我给你脱嘛啊！不要嘛！宝贝儿，你怎么了嘛？我，自己脱嘛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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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天呢是难得的好日子，我们大家尽量的喝啊啊！来来来来，我来敬大家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我来敬各位啊啊！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我的肚子有点疼。哎，我想去。哎呦，哎呦。来来来，我敬各位一杯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先干。哎呦，慢点呗。哎呦啊，你们两个人真好啊！去你！把他们拖进去。哎呦，你们俩不要乱摸我呀！啊，嘿嘿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六啊，八千呐、啊！少几个呀？六三个呀！进来！少几个呀？哥俩！哎，我敬你，来干！谢谢。我的宝贝儿啊啊！宝贝儿，好了没有啊？啊！哎呀，你急什么嘛？就快好了。好。哎呀，不要进来嘛！好，先去把蜡给吸了嘛。成绩不错吧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哦。你是个男人，你是谁？五郎是我的父亲，你要替你父亲报仇。娘胎里呢，我师父是王阳德。那个老王八蛋，教出你这样的徒弟，早就该入土了。骂得好啊！别骗人了，就是欧阳德来了，我也不怕。乌鸦混账王八羔子，小子活得不耐烦了。师父，好小子。为你，我把胡子都剃了。今天我非要你的好看。嘿，上！上！你们怎么不上？快走！啊，吴杰，你有胆子，
不过以后啊，还要好好的练。喂，你们看见吗？武杰为什么能后来居上，三年来武功突飞猛进呢？那就是由于他日夜不懈苦练而成。今天他能躲过师父祖传的36招青龙剑法，在剑术上的造诣已经算是上乘。这是最后几招。好徒弟，天下能够躲得过我青龙剑法的没几个人。看剑。好了好了，我这36招青龙剑法你都能躲过去了，如果还能还击的话，你就可以出师了。师父啊，弟子斗胆划破了您老人家的皮袄啊。这哦，哈哈哈哈，你真是我的好徒弟，你成功了。没有你俩，真了不起啊！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！欧阳德，我乃海空法师，应邀赴会。失敬失敬，不知大师驾到，有何指教？你少装蒜，我是你请来的，这是你的挑战书。恐怕大师是误会了吧，我从来没有递过什么挑战书。红纸上写的黑字难道还是假的吗？来较量较量。算了算了，总算是打个平手。少给我贴金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他年再来领教，告辞。请。欧阳德，挑战书。这显然是有人冒名陷害我，欧阳德，请各位大师不要误会。对了，刚才我已经看见了庄主手下留情，也知道庄主的为人，不过我们既然来了，还是想讨教讨教。对对，讨教讨教讨教。那只好请各位大师徒劳往返了，欧阳德认输就是。庄主既然如此谦虚，那只好打扰，我们后会有期。高明高明，告辞。告告辞。请。看样子四妹跟华德宇定的妙计又失败了。什么事情乱哄哄的？爹，不知道谁冒了我的名向武林发帖挑战。哦，那一定是有人要陷害你，你要把这个人查出来，不然的话后患无穷啊。我得赶回去给庄主报信，防着欧阳德这老小子。
就在这儿盯着武杰，等待时机，随时下手。好。进去看看啊！是。周报。哎呀，花总管，庄主还在里边。那还用问吗？正在里边销魂呢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好消息没有？哎，事情糟了，庄主为九华家定下了计策，整个的垮了。欧阳德一定要查出下假赞书的人，哎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咱们庄主啊，是皇亲国戚，谁敢碰，谁敢惹，真是的。说的是啊，宝贝儿，你放心，有我花德宇替你撑腰，嗯，你保险吃香的，喝辣的。就是你每天假借仙女下凡勾引年轻小伙子，我看了不是味儿。哼，甜头都让你一个人吃光了，你还酸溜溜的。其实啊，你们男人哪个不像馋猫似的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还说我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说不过你啊。不过你要做得隐秘一点，千万不可留下活口啊。这个你放心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一个都给我扔到城外河里头当了风流鬼了。当然了，有潘秋才、潘知县那个老色鬼包庇你，那些冤鬼永远也翻不了身的。哟，花大爷，今儿个你怎么了？说话竟带骨头，是不是嫌我们伺候的不周到啊？哎，我的天仙娘娘，这个你还不知道啊？吃醋就是爱啊！哎，别又把人头发弄乱了，一会儿就要登坛了。刚才还不够。待会儿啊，不知道哪个冤死鬼又要上钩喽？啊！啊，县太爷来了。县太爷。县太爷。嗯。娘娘呢？娘娘跟花大爷在里面。我正要见见他们。哎哎。娘娘，县太爷来了。进来。庄主，不好了。什么事？钦差大人彭彭这两天就要到县里来巡视，大家都要收敛一点才好。哼，亮太爷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说的是，不过卑职官小，以后还要仰仗庄主提携。嗯，你放心好了。嗯，我要走了，你也该登坛了。嗯。娘娘，星儿，宝贝儿，就要登坛了，忍着点儿，今儿晚上我等你。晚上？嗯，好，我一定准时来报到。还没有啊。庄主，事情有了变化。好了，有话回庄再说。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去。娘娘，天仙娘娘要登殿了。哎，娘娘要登殿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去看看娘娘。妈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真是。快点。听说娘娘赐的药，
灵得很。我们也烧烧香，来到这边来看，也好天子天孙。妈，你儿子出远门不在家，还是下次再来求吧。哎，妈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庄主，庄主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小妞又对你的胃口了？有胃口又怎么样？这个呀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会给您弄到手的，保管使您称心如意呀。好。庄主请。求方求药，娘娘，娘娘，小的老母整日卧病在床，心痛瘫痪，求娘娘赐药，妙手回春。娘娘，你到案台上取36号药方去。谢谢娘娘。娘娘，你抬起头来。小生赵炳此番进京赶考，求娘娘保佑，得能金榜题名。这是娘娘赐给你的秘方，只要你照方行事，一定可以如愿以偿。家里有人吗？来了来了。找谁呀？我家里的肚子疼，眼看就要生孩子了，要麻烦您去一趟了。我家里没有人照顾。有您媳妇在不就成了吗？啊，哎，就帮帮忙吧。啊，好吧。素贞啊，哎，把我的接生包拿来。哦。妈，我这就走了。嗯。哎，儿子不在家，处处都不方便。妈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的。哦。我走了，要小心门户啊！知道了，妈。我们走吧。好。快！
周氏还没醒过来，最好是趁这个时候下手。哦，等他醒来啊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。对，然后把他留在府上，人嘛，永远就属于庄主的了。你们办得好，办得好。庄主夸奖了。明天不办喜宴，另外再好好的赏你们。 娘娘，她醒了，快把参汤端给她喝，让她补补。嗯，娘娘要你把参汤喝下。 娘娘体贴你，快趁热喝了吧。 收拾一下，待会儿县太爷就要来了。哎，你又不是黄花闺女，干嘛哭得那么伤心？我花德宇哪一点比不上你那个做小买卖的丈夫啊？只要你愿意，可以永远在这儿待下去。 庄主，他死了。啊，死了，庄主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把他赶快装轿子，连夜送回周家算了。嗯。
钦差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花锦，周家的命案是不是你做的？冤枉啊！说，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大人，小的女人昨晚腹痛如绞，小的把孩子提前出事，所以我就请周妈妈到小的家里来。 那么白天在天仙庙，你跟你主人花德宇调戏他媳妇儿，而且尾随跟踪，用意何在？啊，这，哼，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奸杀命案，你敢说不知情？嗯？啊？大人，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怎么能跟命案扯在一块儿呢？狡辩！ 你既然怕你女人早产发生意外，为什么不守在家里？是何道理？大人，小的我是花家管家，花家乃皇亲国戚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小的我主理。昨晚府里有事，小的我就回去了。有事？哼，这倒巧得很。是不是叫你去遗失灭迹？嗯？啊？禀大人，一卑职看，目前无凭无据，一时还问不出口供，不如暂时收押，等查出证据，还怕他不招供吗？潘知县，在。你是本地父母官，你早该知道花德与为人，平时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本官巡查到此不到三天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告他的状。 你这父母官是怎么当的？嗯，卑职该死！花德宇仗着是皇亲国戚，无恶不作。潘知县又不闻不问，老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，求钦差大人明察。胡说！潘大人，啊？ 来呀、啊！走，把花锦拖下去上重刑，看他招不招。是。啊，你得请屈大成招，花道主知道，不会饶你的。走，走，走。禀大人，花德宇在朝里很有影响力，大人你要三思啊！哼，为朝廷办事力求公允，不惧权势，不压百姓，乃是为官之道。 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庄主要算命吗？ 看相，两样都要试试。请问庄主是哪天生日？7月14日。按庄主面相，少年得志，一帆风顺，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。嗯，<笑>老头，那么看我现在呢？目前嘛，恐怕……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。 庄主印堂发案，恐怕有牢狱之灾。哦，<笑>老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姓石名斗三，号双月。老头，我对看相也略知一二。哦，那么要请教了。我看你面带凶相，眼前就有杀身之祸。少跟我装蒜，胖胖，好好八府巡案不干，你装什么算命的？哼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花德鱼是什么身份？哼，竟敢到我这里私访！哼哼，我告诉你，周家的案子就是我干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来呀，把他拉出去砍了！慢着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庄主，千万不能在府上杀害朝廷的命官，要是传扬出去，你罪该灭门。依我之见，哎，还是给九花娘送个信儿去，要她今晚三更时分在山神庙等着，把棚的人交给她处置啊。对，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一来九花娘大仇得报，二来神不知鬼不觉，除掉这眼中钉。嗯，好。妙计，妙计。今晚三更时分，在山神庙会合。是。潘大人好狠。你这种借刀杀人的诡计，我彭彭佩服，佩服。谢彭的人夸奖。难道说你到了阴曹地府还为我个知府知县干吗？啊？这个鬼地方怎么阴沉沉？走，这才是杀人的好地方。这个山神庙已经荒废了好多年了，白天就没有人来，到了夜晚鬼都打着死人。嗯，哎呦，蛇，蛇，蛇！跑都跑了，别大惊小怪。嗯，把他押到大殿去。是，走。绑在柱子上，走。庄主，要不是我通风报信呐，周家的案子要是给钦差大人查出来，那还得了啊？哎，我们这位彭大人一向就是铁面无私，啊。潘秋才，哎。这些年来，承你的关照，很多事情才得风平浪静。我会在朝中托人保举你，准可以升官发财。哎，谢谢庄主。彭大人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哎，不错，我是贪污捞财、欺压百姓，可是您不想想看，就凭我这芝麻大点的官儿，哎，不图名嘛，也得图点利呀。其实呢，你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们就过去了。开口查办，闭口查办，摆那副臭架子。哎，现在你的威风到哪儿去了？呸，无耻。
别以为你杀了我就能逍遥法外。我告诉你，还有更多有良知的人会揭发你、查你、办你。你还凶啊？死到临头你还敢嘴硬？我……潘秋才，他也活不了多久了，跟他生什么嫌气呢？咦，九花娘怎么还不来？哎，其实九花娘来不来也没关系了。依我看，先拿他开刀，把他尸首呢往棺材里一放，那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？嗯，好。周爸，动手。嗯。周宝，难道你不怕满门抄斩？哼，怕，我怕。可惜你要死在我的前头。快去呀、啊！是我欧阳德，我徐盛，大人受惊了。啊！大人，坏了，周豹逃跑了，看样子九花娘不会再来了。还好，这两个败类都乖乖的招了供。嗯，慢慢的总会查出九花娘藏身之地。大人，花德宇、潘秋才，尔等身为国亲要职，不为民谋利，反而勾结作恶，危害良民。今日罪证俱实，本官秉圣之法，定七日后处决。回呀，大人，走，喂，喂，这儿有死人呐！孩子，你这怎么了？这就怪了，遇到天神庙少侠。谁认识他？哎，这不是李家相公吗？是啊，那天我在天仙庙还见过他。奇怪了啊，最近河面上经常发现死尸。
告到县衙里，那个糊涂县官也会说是失足落水，不去追究的。哎，对了，现在钦差大人在这儿，我们要告上去，一定能够水落石出。来，大家帮忙抬，抬着衙门，来来来，对对，好，去这么着。暗算我！站住！吴杰，金家庄里戏弄我，还刺了我一剑，现在又想到天仙庙去找我妹妹九花娘，先得过我这一关。哼，你兄妹狼狈为奸，先杀谁都一样。你来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们下去。是。娘娘，根据我从衙门口得来的消息，彭钦差已经判了花庄主和潘知县他们的死罪，七日后就要行刑了。
27天了，娘娘，跟着三二爷的花贵受了重伤，赶来报信，说是为了组织五杰来天仙庙，不幸被五杰杀害了。二哥，那五杰呢？也受了重伤，生死不明。哦，赵虎，娘娘，你马上到金狮堡报信，让大哥带着人马赶来，先设法救出花德雨，再为二哥报仇。是。周包，昨晚上要不是你赶着回来报信，连我这条命恐怕也要送入虎口。娘娘，昨天我要早知道那个鬼是欧阳德假扮的，我非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。欧阳德诡计多端，以后更要防着他点儿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让花家的护卫今晚上都住到庙里头来，也可以防个万一呀。是。周宝。嗯。娘娘。来嘛。别叫，叫我就要你的命。不叫不叫。听听，看样子这庙里不太干净吧。是啊，要不然河里怎么老是出现死尸呢？哎，你先把他拖进去，我到里头看看。好。报销了一个，来帮帮忙嘛！哎，去帮帮忙了。那个没关系的呀，哎，那没关系。周爷，娘娘请你去。我，娘娘想吃吃你。玩完了以后，那怎么舍得呢？娘，会不会是九花娘啊？周宝，把门插上，过来坐下。好。我一个人喝酒，怪冷清的。来，陪我喝一杯。哎，好。都去风流去了啊！
哎，不要吗？哎呀，哎，走走走，不要吗？救你们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谢谢你，九花娘那个狐狸精每天我们，那个骚女人。好好好好，哎，我来开门啊！九花娘，你这个淫妇，给我出来！就是。认识我吗？哼，怎么不认识？哼，彭大人的护卫徐盛。九花娘，你杀死朝廷命官，又冒充仙女勾引无知青年，事后杀人灭口，罪不可赦。哈哈，看你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怎么说话这么狠毒？来吧。谢谢，不要再多说了，让他们捉回去，小命都没有了。谢谢，快点。谢谢，谢谢欧阳大侠。谢谢。我说我的大少爷，该醒醒了吧？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徐盛绝不含糊。哟，别冲英雄，
干嘛那么死心眼儿呢？嗯，哼，既然你不怕死，我就送你归西天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哦？那你总不能这么绑着我，要我跟你谈情说爱啊？怎么想开了？哎，别打糊涂主意，任你神通广大，也逃不过我的迷魂怕。我看你呀，还是乖乖的坐着陪我喝两杯。嗯，只要你跟我里应外合，杀掉彭老头，包你一辈子享受不尽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，哦，你的话可当真？当然算数。好，那么我们击掌为凭。嗯，好小子，想活力反呢。我可以帮你的忙。嗯，不过欧阳德那个老甲鱼啊，我们可千万不能够放过他。我恨他入骨，要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，对，还要剁成肉酱，把他丢在街上喂狗，扔在河里喂鱼。我说许生，为什么你这么恨他呢？嗯，那个老家伙太不够朋友，常常见死不救，幸灾乐祸，最不是玩意儿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不喝白不喝。徐胜，嗯，咱们来划拳好不好？好啊。谁输了谁喂谁酒。好。哥俩好啊，四季才呀，巧极个呀，宝一对呀。徐胜，徐胜。帮着九花娘为非作歹，为天理国法所不容。我徐盛在钦差彭大人麾下，只要你们能改过自新，我可以放开你们一条生路。怎么样？如果再执迷不悟，后面横尸遍野就是你们的榜样。哼，口气倒不小。有本事就试试看吧。混账！
王王八羔子想摆迷魂阵呢、啊。哎嘿嘿、哎哎、我虽然没有结过婚，可是对你们这些娇滴滴的小姑娘还不忍下手。嘿嘿、哎、啊嘿、哎哎，在这儿呢！啊，在这儿！嘿！啊！嘿！嘿！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哎！哎呀！这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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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打你屁股！烧吧烧吧。哎，徐胜啊，天仙庙总算是破了，就是跑了个罪魁祸首九花娘。我看这天仙庙不是个干净的地方，所以放把火把它烧了。